我试问你说，怎么了？上一次考试，我比周丽分高，那恭喜你喽。所以，我可以和江教授他们一起去德国海德堡大学交流学习了。那也恭喜你啦。什么？去德国？去多久啊？8点以上。什么时候？学校现在在给我们加快办签证，所以快的话2个星期。海德堡大学那边去年年底就邀请了，所以很多流程都搞定了。去年年底的事情，你现在才告诉我？因为我也不确定我一定能去，可能是周乐考得比我好，毕竟他一直很认真，而我在忙着和你谈恋爱。你的意思是说我影响你学习了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还有谁一起去啊？江教授、陆检师、谢雨嫣。别跟着我。哎，让你别喝这么多，你不听。好了好了，快起来。媳妇儿，你别生气，我能喝多，你还骂我。以后不许这样了啊。走吧，好好走。走。你干嘛呀？我喝多了，我站不稳。你真的喝多了？嗯。可是你明明刚刚还好好的。就后劲上来了。啤酒有什么后劲啊？顾毅，你给我站好。也不知道是真醉还是假醉。真醉。最好是。慢点，慢点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我不渴。你确定你喝醉了吗？真的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真的确定你喝醉了吗？没。说吧。说什么？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要跟谢雨云一起去德国的事情？我告诉你了。我知道我的问题，我没有一开始就告诉你。我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从小到大所有的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，做好之后通知他们就好了。这也是我跟他们沟通最高效的方法。是因为他们都没空陪你吗？是因为我要做的事情，他们都不懂。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方式的话，我以后一定改正，行吗？你态度这么好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你发脾气了。
道你希望我去德国吗？我不让你去，你就不去吗？嗯。事情你就去做吧，我等你回来。怎么了？你戴墨镜干嘛呀？我不想看见血的颜色。接种两支疫苗啊，左手伸出来，左手，不用怕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换右手吧。保安，右手这针可以让我的实习护士帮你打吗？没事，打吧。推针。扎得有点深，拔针拔浅一点，别拔出来。没事，别看。怎么样啊？没事。还疼吗？我看看。不疼。走吧。还在流血呢，我去给你拿棉签啊。阿姨好。小顾啊，你出国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挺顺利的。嗯，默默他没跟你闹吧？没有。那就快了。啊？哦，我打这个电话呢，就是想让你心里有个准备。我们家默默这个孩子啊，舍不得的方式有点另类，所以你千万别跟他生气啊。他先是会一直找茬，让你烦不生烦。别动，你的杯子会留下印子，到处都是你的杯子。然后他会开始冷漠，假装这个世界上没你这个人。